看那湖南没去。来了，看看家哪里搞来了。那怎么换的啊？啊，早，都阿起阿办的啊。北港武德宫哈，啊，今年啊，用这个冬令救济米哈，啊，总共7000公斤，啊，每包哈20公斤，啊，提供350包哈，啊，给这个独居老人哈，啊，他们都哦陆陆续续啊到现场啊来领这个冬令救济米，啊，武德宫啊提供这个白米哈，啊，从民国。哦，50几年哈、哦，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到现在哦，不曾中断，啊，感谢各位了哈、哦。啊，非常感谢北港武德宫还有善心人士哈、哦，每逢年前都会送白米给我们的弱势家庭哈、哦。那我们今年的弱势家庭总共有278户了哈、哦，那每户的那个可以送到20公斤哈、哦，那其余的会分送到给。我们6处的长青食堂哈，啊，这个善举哈，能够让我们的民众哈更加的温馨，在吃年夜饭团聚的时候，会更加的温暖哈。那因为我们这近几年疫情的关系，还有国际战争啊，导致大众物资的频频上涨，当然也冲击到国内的物价上涨，所以我们的弱势的家庭哈更加的辛苦。所以我们武德宫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善举哈，让他们在年前的经济有压力会比较少哈。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北港武德宫的善举能够抛砖引玉，让我们社会善心人士能够共襄盛举啊，这一个善举可以演播到社会每一个角落，处处有温情。那新的一年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龙年行大运，大家幸福龙龙来。OK。